贼，我有个事情要问你，就是我们每次用那个的时候，他都只洗下面，这不能讲啦。而且他是站在洗手台，然后放上去，把水龙头打开冲一冲。好有画面，好棒哦！而且你看，脚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一定还有，是不是还有？这去哪里买的？还有啊，还有，还有，哎，你现在还有。我先出卖奥斯丁好了。哎呦，介绍一个妹妹给他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两情相悦。那因为是我这个姐姐介绍的嘛，那妹妹有一些问题都会来问我，然后就说：“贼，我有个事情要问你，就是我们每次用那个的时候，他都只洗下面，这不能讲。”哇，什么？是啊，对，他都说他只洗下面，而且他是站在洗手台，然后放上去，把水龙头打开冲一冲。好有画面！不是，等一下，可是能够放到洗手台还喷出那个水，表示很弄哎，很弄哎，不是有那么急吗？紧急时刻重点处理啊！对，然后我又洗啊，我就问他，他就说啊，你是南部来的，不懂我们北部人就是重效率，有时候 feel 来了，对不对？至少我们还有洗啊，赶快撸一撸。对不对？其实真的这样表示很尊重女生的。对，我还有朋友只用湿纸巾，那不是更过分？对啊，对啊，哎呦，可是这很私密吧？很难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本人也有垫高，可是我要说的是，她垫的高度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你叫她走出来给大家看啦！来来来，我脚踝的。我要讲的是，因为我后来有发现，其实奥斯汀他后来上节目，虽然他上的通告不多，但是你要仔细。谢谢你哈。但你要回去仔细看哦，他每一次上通告穿的裤子跟鞋子都是同一件啊？真的？他可能买很多件啊，都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是同一件。然后我后来有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真的是自装费裤子？对，为什么裤子都不洗什么的？然后都穿同一双鞋子？”后来去我们有一次去拉拉家，发现他把鞋子给脱了以后，他本人应该只有165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因为他的那个鞋子是比较好穿鞋垫。你去面对大家，你去前面，他真的垫超高，你看他的脚踝，蛮高的，蛮高的，奥斯汀蛮高的啊，你看他脚踝，奥斯汀蛮高的，鞋子脱了看看，这边开箱了啦，奥斯汀还有，好高哦，而且你看他脚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一定还有，是不是还有？这去哪里买的？还有啊，还有。你现在可以，你现在可以模仿丧尸哎！你现在往前走就是丧尸。你真的落差蛮大的。还有，还有，再拿出来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哇塞！你看，还有，你看。而且，那奥斯汀现在右脚不敢放下去了。对，他脚一直踩高高。你看，他还蹲下去。这么高啊！你看，落差这么大，原来你这么高。他鞋垫拿掉之后跟你一样高哎！天哪！各位，老板呀，而且他那个鞋子还有高，从此有自信心了。对啊，哎，你两个脚都脱下来，你脱下来，宪哥比较高了。你两个脚都脱下来，宪哥好像高一点哦。宪哥比较高啊，哎，真的是差。哎，这是女生的高跟鞋，15公分了，这是女生。怎么可能啦？直接，他现在直接是长短脚哎，他这边长短脚，长短脚在170、180、170、180、170。你这个要去哪里买啊？